上我们知道有小 baby 之后呢，冠杰就跟我们分享一间北部新手爸妈必去的一间婴儿用品店。我们终于有车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去朝圣一下了。为什么有车才可以去呢？因为他在新竹，蛮远的。然后之前就一直很想去，因为听说那边的东西很齐全，然后又很便宜，想要去很久了。OK，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去了。那今天呢，就带着 Cody 苏珊，我们就一起来去朝圣一下新竹的婴儿用品店，然后呢，顺便去吃一间很有名的牛肉面店。那我们来到了新竹的段纯真牛肉面，我们之前呢有吃过一次，不过是在台北的分店，他在新义威秀那边有开一家分店，在那边吃我觉得还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这边吃一下，听说本店的很好吃。又是一个全家一起吃饭的概念，Cody 又在吃饭了。好，看一下我们吃什么。我点了一个炖番茄牛肉面 ，OK。然后苏珊点的是红烧，红烧的话呢应该是比较辣，然后番茄的话它的口应该是比较浓郁的，我猜的啦，所以试试看就知道了。那我点的这个是一个粗面，手工的手打粗面，这么粗，超级粗的，比那个我们一般看到刀削面还粗。然后苏珊点的呢，就是细面，它是一般那种，你们在看到很像拉面那种感觉，它是细面。啊，来吃一下我的炖番茄，好吃。它的面，因为它比较粗一点，然后又比较厚，所以吃起来呢，不是那种软烂的面，它是比较有嚼劲一点的，咬起来还蛮有感觉，很像在吃那种面疙瘩的感觉。喝一下它的汤，哦，很浓的番茄，优秀优秀。然后除了你可以喝到那个番茄的味道之外呢，它那个一般那种牛肉面的那个汤的味道也有出来，所以整个综合在一起还蛮搭的，跟我在外面一般吃那种番茄牛肉面又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的番茄又比较浓郁一点。这是它的肉。它的肉呢是那种一大块的，它不像是我们一般吃牛肉面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，它是这样一整块，这不知道什么肉，哎，牛腱肉吗还是什么，感觉很猛，试试看。你知道我们一般吃牛肉面那个半筋半肉，是说有一半的是筋，然后有一半的是牛肉，那这个呢它直接一条里面就是半筋半肉，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你可以吃到那个牛肉的那个香味，然后咬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咬到那个筋的那个口感，很脆，筋是很脆，很好吃的。为什么部位啊？我不太确定。它里面有筋也有肉，好吃好吃，而且它不会说那种吃牛肉呢，很怕遇到那种很难咬的，它不会说太难咬，所以很棒。然后呢，我们还点了小菜，小菜有这个豆皮、海带，还有。我最爱的卤花生，开动。真好吃。好吃，没有好吃吗？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我喜欢我那个的牛肉面，因为它有一点麻麻的，但是它不会很辣。我不太喜欢吃辣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自己蛮喜欢那个麻麻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好好吃哦。因为它好像就是那种四川味，所以它就加一点那个花椒还是什么的那种麻麻的感觉。嗯，很棒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朝圣啦 ，Let's go。拜。根据导航表示呢，只要七分钟就到了，所以很快。应该都是因为在新竹的室内，所以。室内市区里面，所以距离呢应该都不太远。 OK， 出发吧。
久仰大名了，终于来到了新竹的蓝印子，很期待里面有什么好康的产品，不知道会有多便宜。他们还有一个游戏室给小朋友玩的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卖场啦。原来它是有一二楼的，二楼也蛮大的，二楼放一些大型的一些玩具啊，还是一些比较大的婴儿用品都在二楼。朝圣完毕，好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。没有买很多东西，结果我们只买了这个。为什么买这个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嘛，晚上最后一餐呢，其实是喂配方奶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有用我们之前买的 Beta 的防胀气奶瓶。那 Beta 那个奶嘴呢，其实蛮贵的，好处呢是它跟贝亲的是可以相通的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买了这个贝亲的奶嘴。新竹一趟路有点远，所以我们买了两三个这样，还买了。洗手乳，这个想要买很久，然后一直没有买，来这边刚好看到，我要买起来。还有什么呢？没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，我们随便买了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可以预防驼背。你都不随便，就是那个背部矫正。你驼背的话，你背那个它会帮你矫正你的驼背，就是你走路起来会比较好看，也比较挺胸。对，所以我们买了一个这个背部的矫正器。好，整个下来朝圣的心得呢，觉得还不错啦，超级多商品的，真的跟人家说的一样。不过呢，它的商品呢，可能就是比较不是那种大牌子，就它几乎大牌子呢比较少，几乎没有。然后它的成本呢也都是非常的低，所以它的东西卖得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就可能一般那种香草奶嘴啊，要160几块，它才卖88块，那个价格就差超多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大牌子的话，我觉得来这边的话真的还不错。它有衣服，有所有的用具，什么都有，然后有玩具，几乎你想得到的婴儿用品这边都有，就是没有大牌子，这是一般的东西你买得到，然后价格呢也可以买到非常的划算。不过我觉得也是值得来一次啊。如果你是住新竹以北的话呢，我觉得来这边逛一次还蛮必要的，看一些有没有你想要买的东西啊，然后你可以捡到一些便宜。有一个朋友呢，最近在新竹开了一家手机的手机壳，还有一些包膜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在卖手机用品的店。那我们今天来到新竹呢，我们就特别去给他光顾捧场一下，来去看一下他们的店长什么样子，走吧。我又忘记开麦克风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忘记开麦克风。不过因为刚才麦克风没电，所以我整个忘记我完全没开麦克风。好，反正呢，就是我来到我朋友的店，然后我朋友呢今天去做音响了，因为我这个朋友呢是在剧团认识的，就是过几天呢有在台中有一个演出，他今天已经去装台了，所以呢老板不在，我们就自己来捧场啦。最后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买什么。最后我买了。当当，这个壳，好，刚才你们应该已经有看到了。然后还有苏珊买了一个这个骑士的通电线，很棒的空间，而且壳超多的。你看，这样，我以为是小小一间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走进来发现，哇塞，东西超级多的，超多，然后配件也很多。好的，有没有新竹的朋友？新竹的朋友欢迎来捧场一下啦。那我一样，这边的地址呢会留在说明栏里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。
欢迎来这边捧场。OK， 结束新竹朝圣之旅，准备回家啦。而且很幸运哦，上车之后呢，雨才过来，所以今天也算是小丰收啦。买了一些婴儿用品，然后手机壳，然后换了玻璃贴，很棒的一天。有一个人累坏，已经睡着啦。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先拍到这边啦，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凹了一下，如果下次呢你们来，然后报我频道的名字呢，有 special 的折扣哦。所以如果来光顾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报 Peter Lu Vlog。